央视网消息， 2005年以来，中俄先后举行十多次联合演习，从和平使命到东方舰2018，日益紧密的军事合作使得双方互信不断加深。下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2005年8月18日至25日和平使命舰2005中俄联合军演，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和中国山东半岛及附近海域举行。中俄双方派出了陆、海、空军和空降兵、海军陆战队以及保障部队近万人参加演习。2009年7月22日至26日和平使命舰2009中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，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和中国沈阳军区洮南合同战术训练基地举行。中俄双方参演兵力各1300人。2013年7月27日至8月15日和平使命舰2013中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，在俄罗斯中部军区切巴尔库尔合同训练场举行。中俄双方共投入兵力1000多人，坦克、步战车、自行火炮等各类装甲车辆近100台，20多架歼击轰炸机和武装直升机参演。